好，看一下取号69级的啊，我操，老板的修炼呢不在我可控的范围之内啊。公修咱们的号的基础价格呢是100块钱，因为大家知道卖号需要扣60块钱，他的一个修炼呢咱们差不多给他加50，这150。宠修的话其实很令我惊喜，有宠修啊，再加上一个40啊，辅助技能啊，腰啊，真的咱俩其实很难在同一时间啊好好的看看武神坛的比赛，今年是个好机会啊。嗯，咱们共同作战啊，一起祝福钓鱼岛能走过啊小组赛的难关啊。项链送啊，鞋子送啊，这号就这样了啊，再加点钱啊。这号的最终估价的话，正常是仓库价格是190，会飞的祥瑞再加20，烟花钱再加100，310块钱有人要吗？最终的估价310，100块钱的烟花钱啊，61块钱。老板，你这等着苦赢吧啊！不过这个号61块钱，你仔细想想，其实也不是过分啊。这个号如果卖家是真的诚心卖的话，那卖家只能得到1块钱啊。无论是多少块钱的号，必须收60块钱手续费。你61块钱也收60，你还他妈剩1块钱啊！